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二。天下人关心天下事。最近因为四大不调，造成天灾不断，再加上2019新型冠状病毒横行，不断的窜升，真的是非常令人担心。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亚马逊及澳洲林火的情形。我们知道呢，去年的巴西亚马逊林火呢，造成世界非常的震惊呢。到底现在火还有没有在烧呢？我们知道呢，自从雨季开始之后呢，就没有相关的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最新统计出来，去年2019呢，就是林火所发生的有8万多起，相较于2018年，足足多出了30%。而去年砍伐整个林木的面积呢，也比前年都增加了85%，真的是非常令人担心啊！巴西的原住民的就是领袖呢，也齐聚在亚马逊呢，有经过4天的会议，在1月17号结束呢。他们希望呢，政府呢停止呢，就是商业，就是雨林的商业开发，这真的是令人非常担心。关心完亚马逊林火之后呢，继续我们继续来关心澳洲。我们知道了，澳洲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呢，发生林火，现在已经经过了5个多月呢。澳洲这次的林火也造成了20多个人死亡，同时呢，烧毁的面积有将近3倍大的台湾面积呢。光新南威尔斯州呢，有5亿只的动物呢，丧生在整个的火窟当中呢，真的是非常令人担心呢。这样的疫情呢，真的是希望说能够赶快有一场大雨下来之后，不知道有多好。只在1月的时候呢，刚好有一场的大雨了。但是这场大雨虽然说让整个火势控制住了，但是也造成的土石流跟水患呢，真的是祸不单行。而最近呢，就是澳洲的首都坎培拉呢，因为气温非常的高，高至42.7度，创下了2月份历史的新高，也再次造成就是坎培拉南方的野火失控呢，已经烧毁3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一个台北市大，真的是非常令人担心。所以商人呢，今天在志工早会，也是担心我们整个呢四大不调所造成的灾难。接下来呢，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听到了，天下事多，灾难纷纷频传，四大不调和啊，这都是天天很挂心，也很忧郁呀。尤其是澳洲火灾，一次一次到现在，它还在烧。从亚马逊开始，一直连到现在，澳洲已经从森林里呢逼近了人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呢长期从开始到现在7、8个月了，连烧不停，都天天天天都在探寻平安吗？都会问问看现在怎么样啊？每一天得来的信息，气候很热，温度很高，火还在烧，在澳洲的慈济人，我都会说，大家要戒慎虔诚。他们也都知道自己要戒慎，同时还要展开了关心
帮助这受灾难人，做慈济人，也接纳消防车，而且呢，捐的都是最新型的，它的容水量高，有各种的救灾的救火的方式等等功能呢、啊，都很齐全。这两部的消防车也加入了打火熄灭的队伍里去，实在看到要如何帮助水人呐、啊？看到他那一大片呐、啊，啊，绵绵的一直烧过去，只增加了这两步呢，能帮助多少啊？我还是说，人人要戒慎虔诚，期待人人用人力不够、物力不够，最重要就是要全部人口提出了虔诚的，要斋戒，要祈祷，这也都是没有方法的不二法门。其他无方法啦，总是呢，要用虔诚的心啊。感恩上开始真的呢，要用虔诚的心，尤其呢，在澳洲的慈济志工人少物又少呢，虽然说我们建了两台的消防车，算是杯水车薪呢，但是呢，这也表达我们一份呢关怀之意。所以虽然说人少物少呢，唯有我们每一个人要提起虔诚的心，要斋戒，要茹素呢，这是抗灾的不二法门。其实呢，一方有难，十方慈济来关怀。不只是澳洲人来关怀当地的灾情呢，其实呢，在世界各地也纷纷送上关怀跟祝福。像加拿大的北多伦多的这次慈济联络处呢，就带动人文学校的学生爱心大串联，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付出一份的爱心。就像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大家澳洲的慈济也走上街头，纷纷来募款。尤其在整个募款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有很多感动人的故事呢。有一个中东的年轻人呢，他想要付出爱心，但是呢，摸摸口袋刚好没有带钱，他就赶快回到他的工作场合拿钱来捐。另外呢，也有就是我们慈济呢，长期在关心的照顾户，他也愿意付出他一份的爱心来帮助人。这整个在募款当中呢，真的见证了贫中之富。所以上人也跟我们讲，他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呢。只要我们有能够这样一份爱心来帮助别人，其实没有一个人呢不能来帮助别人的。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呢提起一份虔诚的心。除了说为澳洲来祝福之外呢，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接下来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来看澳洲他们街头募款的情形。人潮聚集的地方就是慈济志工汇聚爱心的动线。博斯志工出动近30人为澳洲森林大火街头募款。是有一位中东籍的年轻人，他就是为了要付出他的爱心，可是他身上没有零钱，所以他特地还回到他所工作的地点店里面去拿这个现金，这个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受到志工长期关怀的柏林达也很乐意付出。Mainly that other people are very generous and that they're willing to give quite big donations to help others in need. And by giving of my time, I feel like I've done something really worthwhile in helping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就有那个游民啊，他本来就是在那里，但在
在那里就是在就是在翻垃圾桶的，翻了以后他看到我们在那里，他就过来说，他从他的那个就是一个那种杯子啊，就是那种咖啡杯里面去挖钱，就来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是不刷牙，他就给我们捐款的。在澳洲要走上街头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经过了那个申请啊个过程，一直到能够到昨天前天才给我们说正式的公文下来，我们可以走上街头。志工变撒爱的种子，再次见证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真的呢，我们看到澳洲呢，他要上街头募款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经过政府的申请通过呢，所以前几天才通过，他们就马上走上街头来募款，来募出这一份人人的爱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接下来我们重点要回到我们的武汉肺炎的整个疫情，根据今天早上最新统计的资料呢，确诊的病例已经来到了19701例，而死亡也高达425例，这是目前最新的武汉肺炎最新的疫情的情形。我们知道呢武汉疫情从呢12月底开始爆发以来呢，真的各国都是人心惶惶，而且已经有20几个国家呢已经有确诊病例了。所以呢，在整个大家对于这个防疫的工作呢，大家都是非常谨慎虔诚，尤其是在防疫的第一线呢，更是辛苦。我们知道呢，在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呢，为了呢要防疫来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健康呢，所以呢，当地的医护人员自动放弃休假，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在过年，所以呢，他们过年到了，他能够跟家人拜年，也只能是用视讯拜年的方式啊。他们的年菜是什么呢？就是有口粮，还有干粮这样的东西来过年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们不以为苦，不只是当地的医护人员呢，其实呢，其他的各省的医护人员也是一样。有些医护人员呢，甚至写下呢，就是请战书，希望呢能够投入整个的疫情的防护的情形，来帮忙这些就是来管控整个疫情，希望疫情不要再扩大。所以对这些医护人员今天上人呢，在志工早会呢，也是非常的赞叹，非常称赞，他们真的是英雄。在别人不敢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依然的投入整个防疫的抗灾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真的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对这些疫情呢，希望大家能够抱持谨慎恐惧的心，同时呢，我们要做医护人员的后盾。接下来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群的这是真英雄，他们如何用爱来守护这个疫情。我们在同济医院祝大家春节快乐，百病不侵，武汉加油！农历新年，医护人员身处疫区镇央，干粮、汽水和泡面就是一顿年饭。我们科室现在是值班的医生护士加在一起有13个人，对啊，因为现在也没有外卖嘛，所以就吃这些嘛。医护坚守工作岗位，无法和家人团聚，只能视讯通话报平安。我们说不要紧。我们说我们的防护很到位，我们自己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谁都怕。我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必须就有自己的使命感。还有护理师为了节省洗澡时间照顾病患，请同事把头发剪短。每天要穿防护服的话，必须要回家以后要洗澡啊、洗头啊，还有很难的吹干，这都很耽误时间，就想着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后续的工作。其他省份还有上千名医护人员签下请战书，希望前往武汉加入肺炎应急小组。就要没有讲愿意在这个签，就要签个同意书，自愿，绝对不强迫，大家全签了。30晚上还在这里值班是吗？年夜饭没有？有了，我们医院里有了。哦哦，没有时间吃。疫情12月31号爆发至今，医护人员不畏辛劳，镇守白色巨塔，谨守防疫最前线。真的呢，我们要对这一群的医护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因为他们呢不惜牺牲自己的假期，同时呢也冒着生命危险来防疫呢，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哈。所以呢，我们真的呢对这波的疫情，我们希望大家也不要心慌，只要
自己做好防疫的准备呢，就是要保护自己，同时要保护他人啊。昨天我们传来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呢，台商就是滞留在啊武汉这些地区的台商，还有就是呢啊这返乡探亲的台人呢，他经过两岸的协调呢，在昨天有200多位呢啊搭飞机啊回到台湾来，他经过3个多小时的检疫呢，也直接进入到我们整个隔离的地区呢啊隔离起来，要隔离14天呢，这是啊最新的信息啊报给大家知道了。所以呢，在这次整个疫情不断的扩散呢，真的大家都是呢非常的啊就是心不安，尤其呢最近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呢每个国家呢都是在抢口罩，其实呢我们真的自己呢啊要。就是有正确观念呢，就是说如果说有健康的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口罩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呢上人也提到说，其实整个疫情的来源最主要呢是来自于整个的动物哦这边传染过来的，所以上人说要整个杜绝整个这个疫情呢，不二法门就是自爱，而且要尊重他命。所以上人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斋戒素食。上人今天在志工早会也跟我们讲，菜根香啊，菜根味、蔬果香，要信实斋戒才能够保平安。因为我们的口疫呢，所以造成这一波整个的肺炎疫情呢，整个不断的扩散。所以呢，我们要借助整个的疫情啊，缓缓它在扩散呢，唯一就是从我们的心开始，心就是要借助我们的口疫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斋戒，要如素。同时呢，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提起虔诚的心，一起来祈祷。所以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呢，金色呢啊在常住师父带领之下呢，大家一起虔诚祈祷，也带动整个社区，包括教育人文，还有环保站，还有医护人员呢，大家也都利用中午1:30的时间，大家一起来虔诚祈祷，希望这波的啊这次瘟疫呢，好这次病毒呢能够早日消弭。接下来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这一波啦的疾病的病毒，从武汉的医院啊，从武汉开始，那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呐，真的非常的辛苦，没有发现，那也是平常的看病护了病，但是一旦发生了，在第一线的还是勇敢坚守在岗位上不退转，那就是真正的生命英雄，很令人赞叹。他们为了这一波，看到了媒体报道，真的是看到了很不舍，禁不住呢也要向他们说一声辛苦啦，还要为他们赞叹这大勇无畏惧的守护在生命的关门上，他要把这一道门顾得好，让外面的平安，让里面的康复，这是需要的。这医护人员还是要不断的在那里搏斗的，真的是很不简单啊。这一波其实病毒并不可怕，怕在人心不调和。我们现在呢唯一的还可以说，那就是要人人要防疫口罩，真的是难找了。唯有呢自爱尊重他命，泯疫灾不二法门，这种自己要自爱，
顾好无需要的地方，不要去混杂人潮，所以自己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还要呢尊重他的生命。什么他？就是人物之外的他，就是物命，动物之命，我们都要尊重，我们都要知道，病很多的疾病都是从口入，呼吸口，鼻的呼吸啦，嘴吃的东西啦，这种的大环境啦，真正的我们要净化它，我们呢不要乱吃它，我们有很充分的食用品，那就是芦素，五谷杂粮呢是最正康，最健康，所以呢，正行健康芦素，我们呐、啊、成正信时，那那行为啦，就是爱心好心啦，那爱保护那那健康，无第二个法门，那就是要芦素啦。可知道？芦素呢，那就是菜根味蔬果香，好好的用心吃啦，其实呢菜根啦的味啦，蔬果的香啦，那那都是真香，所以呢菜根味蔬果香啦，信实斋戒保平安，那来相信，相信这行斋戒，叫我都保护平安。感恩上的开示呢，真的是菜根味蔬果香，信实斋戒才能够保平安。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人心。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照顾好我们 的心，同时呢，要正行健康，要如素。关心完整个的啊武汉疫情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整个登革热在南美洲呢，玻利维亚爆发十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疑似病例已经有10,000多例，同时有1500多位呢已经确诊，上周也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所以呢，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也看到这么多的瘟疫横行呢。此时此刻呢，真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提起一份虔诚的心来为他们祈祷之外，同时要付诸于我们的行动。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斋戒如素，唯有斋戒如素，才是啊米及义的不二法门。诸公早会，感恩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